这是辞呈，我不做了。张姐，昨天晚上没什么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搞得像大家这样子难看吗？张姐，张姐，张姐，嫁了吧，找个人嫁了，就不要在外面吃苦受罪的。像你这种个性啊，不高兴就不做，不如乖乖待在家里啊，做个贤妻良母。秀敏啊，公主，不要你刚才说，他有个同乡叫陈彦国，我从来没有在我们这边电信里工作，30几岁还没有结婚，人又老实，所以我叫你大嫂，明天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，让你们认识认识。是你跟大嫂请他吃饭，又没我的事，让你们认识一下，有什么关系嘞？又不叫你跟他干嘛？我拜托你好不好嘛？这什么意思啊你？跟阿德已经在一起半年了，也有了孩子，说他离不开阿德。说愿意跟我分享阿德的爱，说如果我不成全他，他就会去自杀。我妈哭了好几次，一直说要找阿德算账。我爸什么话也没说，可能气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借了我20万，要我好自为之。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，还要跟家里要钱。阿德没有付你赡养费啊？有，我不要。要么不要？既然跟他分手了，还拿他的钱做什么呢？我就不相信靠我自己活不下去。我要他用宝宝的名义存一笔钱放在银行里，以后让宝宝跟婷婷念书用的。水晶。你真勇敢，要我是你啊，我一定疯掉了。要是换作是我，我也不要你的钱。看雪晶这样，就不敢结婚。神经啊！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才不会碰到这种事情呢。你那高老爷子年纪都这么大了，他该玩该看的。都玩过了，哪像我跟阿德，从大学到现在，一路平平稳稳的，也没有交过别的男女朋友。结婚7年，彼此习惯了，感情也淡了。一碰到什么新鲜诱惑，当然就把持不住。好可怕！其
其实他以前真的好可爱。第一次约我出来看电影的时候，脸红得像竹竿似的，结巴了半天，话都说不出来。后来我们在一起了，他每天都会买早餐给我吃，没钱的时候就买三明治、饭团。领到奖学金有钱了，就买汉堡。下雨天，我坐他的摩托车到学校，他怕我淋雨，非要穿他的雨衣不可。他自己却淋得一路发抖到学校。到了期末考，他会抠笔记给我，怕我不用功读书，会一夜陪我 K 书到天亮。结果自己反而被当掉了。我还记得他当兵的时候抽签到马祖，到基隆的围场里，我跟他的家人一起去看他。他看到我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站在那里，一直掉眼泪。我也跟着哭，两个人真的不知道该讲些什么才好。其实我下这个决心要跟他分手真的是很难，当我决定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好像有一部分也跟着这个决定死去了。胡说，萱姐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人又漂亮，搞不好现在才是你生命开始的时候。现在换作我要鼓励你交男朋友了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嫂嫂替你介绍啊？哎，你们笑什么？这个笑话你们一定不会知道的。他不是。快说吧，什么话？哎呦，告诉人家啦。什么啦？哎呦！我来啦！就你一个人来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同事他们直接进去，人家高老爷子呢，在家喝小酒看古代。怎么不叫他一起来嘛？你认为他会跟我们坐在一起跳舞吗？说的也是。
是，我已经几百年没看到过我了，我还不是一样。好了，走吧，公司他们搞不好已经到了。哎！你下去！哎！来过来，来过来。
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，慢慢说。妈妈怎么了？妈妈在哪呢？宝宝，你说话，宝宝，别哭啊。1.25/80，状况蛮好的。打完这一瓶就可以出院了。好，明天记得来换药，挂我门诊就好了。麻烦等一下你出来帮他办一下出院手续。好。对不起，害你累了一夜了。干嘛要这样子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都好好的吗？昨天我跟阿德签字，这个我知道啊。就因为这样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这不是早就已经决定好的事情吗？你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为宝宝跟婷婷想一想嘛。别再这样好不好？我已经托我妈把宝宝带你爸妈家去了。我待会打电话给妈妈，叫他们带宝宝来接你出院。谢谢。饿不饿？饿死了。我去把灯给你吃，顺便打个电话给你爸妈，说你真的没事。嗯。回家了，回家再说。知道了，再见。
上去看，好，小姐，你是不是他家属？小姐，你是不是他家属？ 秀明，秀明，没事，很关键的。 起来了，我去弄东西给你吃。我不饿，不用了。我给你吃点东西吧，好几天没有好好吃的。我是说真的嘛，我不饿了，我饿了再跟你说。不饿了聊聊好不好？好啊。好啊。家里这几天好不好？沈静啊。 家里的事情还要你操心，你不叫我担心就好了。那哥什么时候回来？谁知道？上次来信说。
部队的很忙，不好意思休假，等忙完了再回来。上一次回来是过年，都已经半年了。你别看你大嫂整天三三八八，好像很快乐的样子，每一次接到信啊，她总是一个人躲在房里头哭，我都看见了。妈，女人是不是一定非要男人不可啊？这什么话？这你不要问我，去问你大嫂。你们年轻人啊，比较懂得年轻人的想法，别问我。那你当年为什么会嫁给爸爸呢？我们那时候时代不同了，战乱嘛，毛泽东要来啊。那时候大家都等船准备来台湾，你爸爸那时候是青年军，跟你舅舅是同事，他们也在我们老乡厦门等船准备到台湾来。有一天你舅舅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，你外婆看他老实，就叫我嫁给他。他说嫁给他可以一起跟他到台湾来。你舅舅就去问他了，他也没表示什么意见，我们就结婚了。过了不久他们部队移防，我就这样跟他到台湾来了。那你跟爸在一起快乐吗？神经啊，有什么快乐不快乐，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了。阿国来找过你好多次，我跟他蛮认真的，不管怎么样好歹总是给人家个交代，不要这样不理人家。小芳的弟弟前几天来找你，他说医院的人在小芳的病床上找到一封信要交给你。我本来不想交给你，怕你看得伤心，后来我就跟你大嫂看了，你大嫂说可以交给你看，希望你能够看完了之后交给小芳的丈夫看。
秀敏小姐，边请。很漂亮，可是我觉得屁股好大。屁股大好啊，大屁股大屁股，生孩子不痛苦啊。啊，你妈说的。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这一套。那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，听到学姐给我生气，我好难过，我一直哭一直哭。我把眼睛都蒙了，都看不见了。您告了爷子回来，我全知道。后来当我意识过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他已经坐在我面前，一直叫我。那时候我看他，一把把我抱过来，哭得更惨。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嫁给他，现在就要嫁给他，我一秒钟都不要的。现在想想有点后悔。收到你哥哥的信了，说下个礼拜回来，有两个礼拜的休假，他们准备到垦丁去玩，你大嫂说不带他们两个去。每次爸回来，妈就不理我，最有信了。对嘛，每次都这样。哎呀，吃鸡肉了。嗯。三次吗？嗯。拜拜。有行。写信给我。